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收睇明恩 TV， 我系 Daniel Wood。今日咧同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啊，可能咧好多嘅情侣或者夫妇咧都试过嘅。首先我哋睇支茶先。阿 Grace 已经饮咗半袖噶啦，佢饮咗嘅好多啖噶啦，但系佢饮咗嚟咁多。跟住咧，有时候咧，当佢叫我诶帮手饮翻啖啦，嗱，呢支系一支未开过嘅茶，我话俾你听咩叫为之饮翻啖啊？开咗佢啦，首先。嗱，睇下係滿嘅，然之後飲翻啖啊！睇下依度，呢個係一啖，可以對比一下，一個係 Grace 嘅好多好多啖，依個其實係我嘅一啖，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各位女性朋友，你千祈唔好咁輕易信你嘅男性朋友或者你嘅另外一半，俾佢飲翻啖，因為佢嘅一啖。同你一啖其實係相差好遠㗎，希望大家中意呢個小分享啦，拜拜。